郭碧婷近照曝光，独自带女儿回香港，眼神憔悴，女神气质全无。自从郭碧婷生完二胎儿子后，她一直都没有露面，之前向左贝曝婚内出轨，郭碧婷对此事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，仿佛结婚后的她神隐了一般，几乎消失在了娱乐圈。1月8日，有网友在飞机上偶遇到了郭碧婷，画面中的她近照憔悴，女神气质全无，画面曝光后引发不少人的热议。很显然，这次郭碧婷是带着女儿与向华强夫妇团聚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并未看到向左的身影。向左一直都在内地拍戏，即使郭碧婷产二胎时，她依然没有陪在老婆的身边。甚至儿子满100天，向左都不来陪老婆，让人觉得有些不太正常。当初郭碧婷与向左在一起时，很多人就不太看好这段婚姻。向左结婚前就是有名的花花公子，甚至还传出向左特别喜欢比他大的少妇。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郭碧婷到底幸不幸福，我们也无从得知。对此，你怎么看呢？